哦哦，没有，就和飞机炸弹一模一样。这个真的别这样骂人了，我真的相信了，兄弟们，别这样骂人。这林文山，林文山最近干嘛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最近林文山在干嘛？他 miss 了很久啊，他玩那个唐诺人啊，玩那个游戏啊，那个粉红色的那个，为了和你双排分努力相分。他现在赚几啊？还是赚一吧？啊，还是赚三吧？赚二还是赚三？他要上赚一才能跟我双排啊！林伟商上来我就跟他双排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林伟商上赚二，你们就告诉我赚一赚一。林伟商上赚一，你们就告诉我。他五连败，那就好像没有机会啊！别跟林伟商双排了，为什么？林伟商带不动峡谷间的演员，心太崩了。他自己是个演员啊，他自己打得像个演员，还说别人是演员。林伟翔，我 ，sorry， 什么？你跟林伟翔一起玩唐多人？想看吗？想看的话，我是可以玩，但是那个游戏我没玩过呢。那个游戏菜是不是不能那个了？不能玩的，需要操作什么的？什么那个外挂太多了吗？都是开挂的吗？哦，哎，今天我要下游戏啊什么的，不是今天，我说之后那个就这个月哦就。我记得那个小天什么都会玩，小天金工都会玩，哎，那个是金工会玩的。我如果跟金工说玩别的游戏，他肯定很愿意跟我玩。我跟他说玩撸啊撸，他肯定不会跟我玩。别急啊，哥哥，不急的。